是不是就是这样？姐姐，你不用上课了，你已经是专家了。我跟珊珊的开场秀是现代舞，当我看到现代舞的时候，我觉得这个舞就属于我的。我真的看的什么都很想表达。现代舞已经超越了舞蹈的范畴，我觉得现代舞是非常抽象和高级的，里面的深意、意境，还有那种情怀，来表达内心的冲突、蜥蜴想法和矛盾。我觉得现代舞它不是一种舞啊，它是生命的呐喊。没错，哎，非常好，非常好，就是这种感觉。刚才这个就已经有感觉了哈。这一次我们两个人就一直在相互了解啊，培养感情啊，现在感情非常的好，真的就像一对姐妹花一样。